首歌曲珍藏着记忆中的美好时光，就这样被一阵哭，总有一句歌词承载着内心深处的远大梦想。今晚王牌歌手大赛拉开战幕，顶级唱将燃情开嗓，回归初心，用歌声传递快乐的能量。掌声有请永远充满态度的王牌家族。腾哥刚才大门打开的一瞬间问我，哎，我怎么摆酷一点？今天花花作为唯一的咱们队中一位专业歌手啊，要临时来客串一下这期王牌家族队的队长，重任在肩。首先有请王牌家族队长、华语乐团新生代领军人物、灵魂唱作人华晨宇带来《我管你》。我不打接受什么被委屈别还手，我不再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接下来有请全民歌手队、华语顶尖演唱组合凤凰传奇带来《自由飞翔》。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接下来有请全民歌手队、跨界歌手小沈阳带来《大笑江湖》。谁最难受？谁知道？江湖危险，快点跑！接下来有请全能艺人陈伟霆带来 Love You Too。 最后让我们有请华语流行歌后那英带来默。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欢声。那英作为总关主，携陈伟霆、凤凰传奇、小沈阳实力踢馆。其实咱们这边压力特别大，主要我们也不正经唱歌。我们这只有一个正经唱歌的，今天手还揣不到袖子里。对，我看了好几期，我花花是到底是哪儿人呢？湖北人，湖北人。我以为只有陕北人才这样。陕北人是这样的。高难度姿势唱歌，惊艳全场。就这样走。彼此接力挑战，谁的高音穿透你的想象？就这样被你征服。沈腾，就这样吧。时光录影带，唤起青涩回忆。那个时候因为为了挣钱嘛，养家糊口，就什么活都干。追梦之路，感人至深。如果我不转身，我会后悔的。现在转转试试。你怎么来了？快男兄弟时隔六年首次重聚荧屏。怕看到土地日出，就任何人买一只要对得起自己。我有梦的天真，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华晨宇能否带领王牌家族战胜全民歌手队？王牌歌手大赛马上开唱。本期王牌歌手大赛将由现场300位观众为歌手们投票进行排位，每轮环节结束后，获胜的一队将额外获得100票。最终排名前3位的歌手将组成王牌组合，播出当天在节目官微发布组合的歌曲。接下来呢，我马上进入今天整场节目的正式比拼环节。我们来问一下娜姐好了，在第一轮当中您守护的王牌是什么？声情并茂。
跟两队说一下，接下来的题目规则：用肢体语言传递歌词，只能发出拟声词。最后一个队员猜对歌名。好。好，来，王牌家族队，请。我们来请出这轮观众朋友加入王牌家族队，来欢迎他。哎，这个帅啊！哇哦！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大家好，我叫 Dylan， 中文名字孔德伟，我是从美国来的。再说，我爱你中国。哦。好，你是第三棒。第三的。对。来，请到第三棒。来，请王牌先生拿上这一轮的题目，给腾哥瞅瞅啊。好话嗡一下子吧。来，来，听一下这是什么歌，让观众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个，好简单啊！太简单了。好了吗？传递开始。抓眼，你用我的眼睁开了双眼。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你用我的眼。上下，我去查视力。视力。俺听不懂啊。别挡门，别挡门啊。哎哎哎，你是我的眼。好，下一棒传递开始。他又挤你一下，你明白了？对。OK。OK。给我吧。三。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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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乱了。谢谢谢谢谢谢。哎，帅哥好，帅哥好。哎，啊，给我，给我你的眼睛，然后，啊，啊，等下等下，啊，视力表啊。这输了他们，怎么能猜到？这个猜不到了，猜不到了，走。你看，你看，你看，最后一棒。咋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应该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把你的眼睛给我。把你的眼睛给我。这么重口味的歌啊！然后还有这三个是什么？什么？有这首是什么歌啊？这歌猜歌名啊？好，小童，画画已经不能再演了。什么？小童，小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把你的眼睛给我。还有这个吗？哦，你是我的眼。这么简单就好了。你是我的眼。对对对对对，我猜对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解释的非常好。如果这个猜不对，只能说第一棒太烂。不过这就是这句话呀。对，我想你是我的眼，在我里面。猜不到。以最后答案是，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我们直接给你听一下那首歌，你就知道了。来，放一下。借我借我。Oh no。一双慧眼吧。哦，这个是娜姐的歌。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指我一下不就行了吗？那耍赖了吗？哎呀，我让你耍赖，我不是没想到吗？我这么爱耍赖的人，我就想知道这是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给我演一个。来，行。先掌声谢谢这位美国的朋友，谢谢。
谢谢你们。王牌家族队这一题挑战失败，来两队互换。哎，这个有点难。太像你是我的眼。请。我们走吧。有请菲菲拿上这轮的歌词。哦，这个还好，但演啊得演歌词儿。琢磨琢磨怎么演。行吧，好，来，观众朋友听一下，要演绎的是哪首歌？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哎呦！哎呀，好演，好演，好演！哎呦，这你再演不出来！哎呀，真演不出来！来吧，来吧，来吧，传递开始。那个嘴型别在那叨咕啊！就这样吧，走了。放弃了。爱怎么样怎么样。警校传递，这什么东西？你这个爱的那种啊，转的。娜姐，有魔力的。娜姐，门关了。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娜姐。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圈。快！这个是什么魔力似的感觉？波浪，然后转圈是吗？转圈，爱的河里转圈圈。你就那个，心，就转圈儿，就是你。哎，娜姐这个办法好，下来演，跟门都不产生关系。娜姐聪明啊，这门是关不住你了，娜姐。就还有个这个，完了以后各种转圈之后，这么一个，哎对，啥歌？我你自己看吧。爱情三十六计，爱这叫心，变成心了。时间到，曾毅请上前，你先给一个答案吧。爱情三十六计。哇。天哪，这还真的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我的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是不对了。谁啊，你表演一个，我看啊，这个就是魔力嘛，开始发功了，这什么省了那么多动作啊，是浪花吗？对，是不是我的歌？对啊，最老的那一首，你才最老呢！你说谁说你的老？大姐，我说的是最老的那首歌。不玩了，终于打起来了。知道了，这个确实不是大姐最老的歌。这俩。咱仨还是同行呢，以后你们我不跟你们混了。哪有刨咱自己的活，这是去年刚打榜的歌。去年对呀、啊、好，我们让曾毅给一遍最后的答案。山不转水在转。回答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山不转水转。就多了一个字儿。哎
今天晚上完全就是歌手之间跑火。那我说了最老那首歌，说对了。就您知道我最老，你也不能说话呀。我说的是这一首歌是老歌。是的，傻孩子，不说了。来，两队互换一下。来，王牌家族队有请。来，让我们请出这一轮加入王牌家族队的观众朋友，欢迎他。还能找得更远一点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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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高啊！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好，我叫 Jordan， 我的中国的名字是乔丹，是乔的是吧？乔的啊，乔的，乔的，乔丹。好，欢迎你啊！你是第三棒啊，表演出来好吗？好，来。哎呀，大拉倒吧！好，来看看这轮你的题目啊！来，有请王牌先生。哎呦，哎呦，哦哦，你的眼瞄啥？这个好眼吗？觉得？但这个，我觉得腾哥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就超越了他的年龄范畴。对。好，我们让观众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我是壁虎的戴帽子，你是蝴蝶翩翩飞。唐立华啊，不是不是，汤美和。演出来哦，准备好了吗？好，挑战开始。运动。嗯嗯嗯，开始演了。哦，刚那个是什么呀？把尾巴砍了。哦。啊。嗯。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歌啊。你把这个。我演出来是不是？好好好。Hello，Hello，Hello。好好好好，又又又又又 ，Chicken out，Chicken out， 要 Chicken out，Chicken out。你都不知道啥，你给人家 OK 啥？有问题。这这。还有伸舌头吗？又拉又拔去。最后一棒，把腰给断了。这能猜得出来？哎呦！哎，知道吗？哎呦！知道吗？知道吗？啊啊啊！那个什么？壁虎漫步。哎呦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壁虎漫步。我不会唱。但我看我哥这个断尾巴吗？然后有一个壁虎贴墙上。说实话，我这真没按壁虎演啊。你按啥演的？感觉像被壁咚了那种。那我想问一下，你被人你把人壁咚了，你跟谁显摆呢？
好，这题王牌家族队回答正确。耶、厉害厉害厉害！我们谢谢这一轮参与的观众朋友，来两队互换一下。这个赢得非常的令我们幸福，真的，第一棒也好，然后小童传达的也好，你这个壁咚也壁得好。我总觉得娜姐好像特别想到我们这一队来，全程都在向我们这一队示好。你应该来我们这队，花花你是我们队才对。哎，对哦，我有一种，不行，我是王牌的人。歌手专场，歌手队难度要升级，王牌家族队出题，看歌手队能否答对。我们在找什么歌也难不住你们啊，找一很老的歌是吧？娜姐，我要求第一棒，我演得比较具象。那死得更惨。哎呀，歌手圈内讧了。咱俩谁在第二？哎，你二，赶紧过去。啊，您在中间，您在中间。这别写，大家都听过的。是一个拉子之歌。诗人和雷米在，是拉拉拉拉追谱的吧？对对，追谱。你光写拉，他们不知道旋律，你要写那个，他们才。来来来来来。来，谁上来给题目，并且给出示范唱？腾哥去吧，这儿呢。啊，这儿呢。这捂这个干嘛？这护的严实的呀。不用护，他们也猜不出来。对。你示范唱一下。你知道歌吗？我不知道啊。啊呀啦！追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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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演吧。这怎么演啊？啊呀！啊呀啦啦啦啦啦！走了，嘚瑟的，走了，嘚瑟劲儿。不是，腾哥，你站在旁边，帮我助演一下。来吧。传递开始。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哎，向娜姐传递。哎呀，哎呀，哎呀，玲花，你行的，没问题。哎呦，还没问题，人已经演半天了，以为没开始呢，娜姐。拉，这样子啊，完了以后拉扯啊，完了以后把他的手，啊，手完了以后剁掉。出来了，哎，曾毅，这样，然后，娜姐，请向后传递。拉扯，嗯，他反正拉着我的手来回拉了两下，就啊，之后跑下去把他的手拿完了之后，两个手。娜姐又不管后面的人。娜姐，刘花，你们中间有门吗？有啊，有门啊，我以为没门呢。哼，娜姐，不这就没了吗？现在有门了，开错门了吗？他刚才是这样了。有一次机会吗？我看不到，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我连演的机会都没了。苍天啊，这什么节目这是啊？你请问是哪首歌？这就可以了。我问的都揪心呐。沈阳，歌名两字。逃跑。
追捕。我想问一下台上的人，有人会唱追捕吗？啊，这如果没有人的话，这整个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把他孤立了。啊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呀啦，没听过。啦啦啦啦啦啦，他是完全没有歌词了，我跟你说。歌名叫啥来着？追捕，又叫追捕吗？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是 你不知道你出什么题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你妈没说对啊！谢谢。这样，我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如果此刻能给出这首歌的正确中文歌名的话，对，我马上宣判他们错。如果给不出，那这道题他们无从作答呀。张涵予唱过这个歌。你看中文歌，他中文歌名是什么？张涵予。王牌家族队给不出中文歌名，所以这道题全民歌手队胜。出了题没给出正确歌名白出了。聪明了，聪明了。没想到啊，咱以前也没经历过呀。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由于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那这一轮就不额外加票了。在第一次投票前，两队来给自己拉拉票。我就平板支撑唱歌吧。哎，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平时健身，所以你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可难的。来吧，来。哎呀，对吧？你直接来这个了。这什么东西啊？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叮叮叮！哇，姿势标准。好。就这样被你征服，你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来个高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全对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特别棒，特别棒。我可以算给我们队争光了。过关，完全过关，完全。小沈阳，到你了，该怎么样？我直接过。啊，这不行，不能过。啊，我特别想问小沈阳，我没什么绝活。倒立。倒立啊。倒立。爱是你我。哇，哎呀，这真能倒立啊！用心交织的生活。哇。哎呀。没事吧？可以。上一期花花那个倒立是起来的真快，是吧？来，花花。你抓着我的脚啊！我抓你脚，行。好。你就往我身上翻呗，就是我就是强。我真行啊！燕尾服倒立唱歌，我的天！喂。就这样征服了你，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继续唱，你还跟我叫板呢。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我的决。慢慢放，你赢了。好，你比我唱得好多了。没。好，腾哥拉票。我特喜欢看那个娜姐一首 MV。好，哪首？知道了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人们和歌的玄机？谁看过这 MV？ 这我一直是以为这，我就跟别人打赌，我说娜姐这首歌绝对就是手语，全是这个，两边特别对称。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逃走云飞花。
年啊，我好像我才二十几岁，我才二十四岁吧，还是二十五岁。然后张国立导演的，张国立呢，他说他希望能够拍出在就我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那年代，你想想能拍 MTV 的时候出现电闪雷鸣，然后呢，对对对，接我接我唰唰，啊，一直在闪，然后他就让我一直这么让我的手这么动，没觉得当年被骗了？我没有，当年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呀，我能看到我的手都是闪电雷鸣的，我就觉得我是 number one。后来发现太多好看的 MV 的时候，一去卡拉 OK， 他们放那个歌给我气的，我就偷摸赶紧给删了，就不看。那我模仿王菲，哦，王菲，好呀好呀。我跟王菲在那个春节晚会上唱的那个，岁月。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真像真像，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哇，好像，太像太像了太像了，永远不张嘴，精髓啊精髓啊。那接下来呢，到了观众投票选择的环节了。因为娜姐是我们的总观主，所以不参与投票，只负责守护我们的王牌。其余各位，你们想选谁，在每轮投票环节可以投给三个人。投票开始。好，各位观众的投票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今晚整体组团的只有三个人。那比如说花花赢了，他不就去跟别人组队组团了吗？也就一首歌。哦，我们就看排名前三位的是谁，我的照片不是放错了吧？腾哥，你年轻的时候太帅了，这也就是去年。跟娜姐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评奖，就评比亚太区最帅男人100，腾哥这张照片排名全亚洲第21位，真的，不是亚洲啊，亚太，亚太区，排21，拒绝领奖。底下有最损的网友说：“21上哪儿领奖去？谁给你21发奖啊？”我也想有道理啊。但确实到现在也没接到邀请。我再提醒一下腾哥，排在你后面7位的是花花。花花，你今天为自己搬回来了。那接下来呢，在舞台上也精心的为现场和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准备了节目，一起来欣赏舞台才艺秀。王牌对王牌。抹去生的羞涩，舞步飞一旋，踏把痛的沉默。导演，不带这样。这是谁给他画成这样了啊？花花。打开心里，抹去生的羞涩，舞步飞一旋，踏把痛的沉默。柔柔的暖。
昨天，他把王菲的那个不屑一顾那劲儿都演出来了啊！我看他，他不看我，只演出不屑一顾了，就要那劲儿。好。打开心里，抹去纯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痛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着心中的他，you
掌声送给三位。我跟伟霆说一下，这是贾玲在《王牌对王牌》舞台上第一次跳舞。有一期是小童和张天爱两个人搭档一个舞蹈，本来导演找贾玲沟通说，你们三个女生一起跳。开什么玩笑？又让我来当垫脚石？他们俩跳怎么怎么？你知道今天在排舞时，然后我昨天晚上不是说已经学好这种舞了吗？然后只是学好，我就站在贾玲旁边，一直在那干起来啊。然后贾玲说，哎，原来这个舞你站在我旁边的。你可以不站在我旁边吗？我不想跟你同框。你看我现在都离他俩贼远，因为你知道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知道吗？那我也离远点。而且你知道伟霆跳舞真的是帅，你刚才跳舞的时候他有在台上勾引你吗？他刚才有勾引我。真的，刚才有一段你知道伟霆在那就是跳的时候跟我我当时我就哎我忍不住，忍不住看到你，我就忍不住，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棒的一次，就是跨界的一次搭档合作。哎呀呀！掌声再次送给三位。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要考验的呢是大家对于歌曲的熟悉程度和反应能力，看看谁是中华小曲库。王牌关主神飞扬，广角三射控全场。问一下娜姐，这一轮守护的王牌是？这一轮我们守护的王牌是《知音识曲》。接下来这个规则很简单，两队轮流根据给出的主题来进行歌唱，五秒接唱不成功就接受惩罚，另一队得一分。轮流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我们一个，也是抢是吧？没事，我们赢定了。对面玲花连轮流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第一轮带人名的歌，带人名的歌哦，直接开始来。我叫小沈阳，你们也叫小沈阳。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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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好的，九妹九妹。哎，可以可以。哇，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这。哎，没毛病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五、四、你快去！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师傅，自己配了个猴，没办法，被你们逼的呀。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妈妈。啥玩意儿？妈妈不是人名。好冷啊！我刚才想忘了呗。五、四、三。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对，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好，接上。是他是他就是他，他的名字叫小哪吒。这看了多少动画片啊！这是。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怎么样？是什么呀？我幻化成雨。对的呀，我的名字吗？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哦吼，黑猫警长。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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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哦。啊！快快，四五四三二。别，我还没开始呢。五秒结束。五、四、你三、二、一，超越自己，一起飞。谁呀？谁？谁呀？谁呀？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他们聪明，哎呦呦，咯咯舞。有两个人名，厉害了。爱需要人的勇气，人的人的流言蜚语。对吧？这怎么的？六眼飞鱼是谁呀、啊？柳岩啊！柳岩，对呀、啊。不行，这不算，这说不通。Angel， 盼望你在我身边。对，没错。爱你，我不能。到后边。爱。你就是无法忘记，安妮。那我刚唱完了。不是，这个不是王杰的安妮。安妮，我不能失去你。不是这个，我是阿杜那个安妮。Andy。Angel 对 Angel。Angel， 我们不唱过 Angel 吗 ？Andy， 他是 Andy， 你们是 Angel。对。那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 Angel 来。那个。莫妮卡，唱过了，有唱过了，二，没这歌吗？唱过了。Dance, Monica。啊，真的？那我还有，我都想揍你一顿，莫妮卡。你这怎么还自嘴呢？baby， 哈哈哈哈哈哈 ，Angelababy。Baby，Angelababy， 梁山白竹影台，非常好啊！我们两个名字啊。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两个人名。我的妈呀！广东歌可以啊？可以，只要有人名就行。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陈奕迅啊，可以。Hello， 你好，周杰伦。耶、yeah! ！还有十秒钟。山歌好比春江水来。不，人呢？三哥。刘三姐啊。二舅呢？好，时间到了。刚才这轮游戏呢，我们双方打成了平手。哇哦！下一个题型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比人名稍微难一些。哦。要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疑问句的。这么快？来。哦，大哥，你好吗？疑问句。哎，爸爸，我们到底去哪里呀？正确。爸爸，那山咕噜噜有味。你这是翻译是吗？这都能过，这唱的是一样的。不，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对，吉祥三宝的那首歌。那山咕噜噜有味。等。咦。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正确。哦，那个，我怎么这么好看？芭比，你唱过小星星吗？唱过了。你玩够了没有？好，正确。你唱的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哎，没娃的要过河，拿一个来推我嘛。啊，不是，这个已经回答完了。谁回答的？我呀！我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是谁在敲打我窗？正确。接下来还有问题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可以啊。是谁？又来一遍。送你来到我身边。
可以啊。对。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可以。是谁在唱歌温暖我心窝？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好，正确。好，哎，我的妈，急死我了。来，花花，是谁？他为啥那么不急啊？我也下回这样。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正确。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正确。是谁？又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正确过。敢问路在何方？正确。是谁？花花，是谁？是谁？的心啊。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娜姐，这是个回答，你去哪儿啊？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你到底爱不爱我？正确。对。是谁来了？是谁？是谁？谁偏？而且哎，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这三个大将还啥还没站呢。五四啊！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我又错了。谁伤害了我？又是一句回答呢。你伤害了我。我现在问的都是啊，在哪里见过你？这可以吧？这可以。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正确。我们输了，谢谢。我们还有很多存货，还有存货呢。你们别存了，留着下一期用吧。我们投降了。哼。我们接受。好，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刚才那轮我们赢了100票。腾哥，你就不能让让我们吗？你就给我们能怎么了？给你3票，才给3票，给伟霆3票啊，意义是毫无意义。就是为了显摆一下。伟霆，送你3票。我不要。10票。不够。不要。好，1票都不送了啊。我给了他收100票呢。还没商量分给谁，我觉得你俩，那就贾玲50票，关晓彤50票。今晚你们会送哪3位成功组团为大家献上只属于他们的单曲呢？完全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投票开始。有要拉票的没有？从小就有个组团的梦想，一直没组上。
求求大家，陈伟霆啊，求求！为了争取票数，豁出了这张老脸。呀，我们组的是不是那种就是男团、女团那种感觉，是不？对啊，咱们组的应该叫饭团儿。哎，我们饭团成立了。耶！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童和贾云分别加上了50票之后，上一轮到现在为止排名有没有发生变化？前三名现在是谁？请看。咦，哦，哦，伟霆变第三了。哇！所以这样成功逆袭到了第二位，现在。有什么感想？现在？我感觉我是个赝品。哎呀，离我远一点，我现在可不是那什么了，我成团了。接下来想问一下娜姐，守护的王牌是什么？我接下来守护的这张王牌叫音乐擂台。王牌关注沈飞扬，广角三射控全场，音乐擂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这轮的挑战。这轮将通过三观不同的比拼来决出胜负，每一轮都将考验双方歌手的综合实力。接下来各位，第一题，趣味高音比拼。首先，王牌家族队这轮派谁出战？花花，我考虑一下这把要不要他出去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花花就是实力偏弱的，属于在我们四个里。那就你们仨吧。啊，他们对面总输，要不让他们上四个人吧？耶！哇！娜姐，你们那边上5个人也行。哎呀妈呀！我都看不过去了，太欺负人了。但女生其实实际上是要比男生要高一个8度的。对，这样我给个建议，要么索性都上得了。没错，来。第一首歌，娜姐的征服，第一句，就这样被你征服，从低了开始起，好不好 ？OK， Round One。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么弄的话，我觉得我还能参加3轮。就这样被你征服，耶！两个老人。就这样被你征服。嗯？什么调？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好，傲娇的耶。我跟那英唱过歌。就这样被你征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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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背后唱，来，你在前头，一百去。就这样被你征服。赢了吧？小心一会儿自己唱不上去，农夫与蛇。真的是一个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他很高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哦，这样坚持下去了。沈腾，腾哥预言的他能撑到的第3轮来了。就这样。
就这样，就这样吧。如果不行，就出局。就这样被你征服。耶，过了。就这样被你征服。没人难听无所谓。戏曲的味道哈，我来，娜姐。就这样被你征服。这是杀鸭子的声音。哎呀，算过关吗？我也救不了我自己了。就这么高啊？哎呀，我。闭嘴！导演他故意捣乱。就这样被你征服。哇！没有。对，第八。你怎么还第八度呢？对，我们应该比女生要低八度。别！你现在就高八度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哈，我们这样就你俩比吧，因为他俩的声音还在中音区，我们已经在。我们已经翻白眼了，我从上一轮就开始翻白眼了。这就这样被你征服，还是厉害。就这样被你征服，低了一点点，低了一点点。嗯，啊，就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好了，接下来他们俩比了。对呀、啊。那边都主动弃权了，是吧？对，主动弃权。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就这样被你征服。小沈阳。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我们的也是真声。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得在背后保护点花花，这随时就容易一下痒过去。来。我已经转假声了，这我插不上去了。试试。就这样被你征服。到头了，脸都白了。没到头了，没上去。就是你要假声的话，还有，如果你还有能量的话。多难听的声都能上去。展哥，你还有歌手的包袱吗？怎么了？你来嘛，你来一个呢。我听得嗓子疼，有没有觉得？海豚音了，这个已经开始跟海豚对话了。哎呦，那我觉得我也能试一试呢。来，贾玲。就这样被你征服，不是，你是海豚本豚呢，直接扎海里去了。哑了，现在。完了，我们全军又覆没了。Pentakill
你刚才说要一打五来着。对啊，来吧，我跟花花来吧。你跟花花来一个。花花来吧，一对一的。可以。换一个歌怎么样？好，可以。换个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哇，好。对，就这句好不好？好，花花你别欺负我，行不行？没有没有，咱就假声唱到，用假声开始就不唱了，好不好？用假声，哦，那就是只拼真音是吗？对，哇塞，只拼真音，我觉得我真音应该没有你高，我尽量来吧，加油。OK， Round Two 起步就这么高啊？起步真高啊！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好呀。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哇，来，没了，我没了，我觉得打平手得嘞。这孩子是真不让家长省心呢。你哥咋了？下山了？嗯嗯，是。哎呀，放松。哎呀，是。哎呀，受伤了，受伤了，受伤了。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山丹丹的那个受伤了，厉害厉害厉害！哎呦，这个属于巅峰对决了。我看的我的表情特别的狰狞，就一口气一直提在这儿，发现没？看整个比拼的时候，哦，这是高音之间的比拼，接下来一个比较好玩了，我们考验的是拖长音。哦。比拼的是歌手声音的掌控力，由美队呢派出队员拉长音来进行计时，计时长的就获胜。你可以吗？主要我刚刚唱完那个再来，伤了元气了。对，有你这样，你对你俩不公平，你俩别参加这游戏了。我们几个来比拼，谁先来？腾哥，你先来吧。我要唱不起27秒，我都对不起 vivo。来啊。骏马，你把声给我放出来，大点声。是有蚊子吗？是。但我掌握了一个小技巧，声胆小，声小，然后我在那想，嘴张一半就有一半不让它跑风就行。来试试啊，试试试试。我就是，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秒哈。来，杨哥来。宇宙毁灭，宇宙毁灭，心还在。烧了壶开水，没了，还真是18秒。这我刚才乐一下，这也费气儿。
好了，花花。啊，好了，啦啦啦啦。你好认真。来吧，来吧。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我这得干到30秒。睡着了，哇。这得45秒吧。你在打坐呢吗？不干扰啊，不干扰，看他是什么样的成绩。1分钟起吧，这个。20秒。哇。听听还有声吗？24、25、26、27、28、29、30、31、32、33、34。压力太大了，您在旁边数。我39、40，哇，41。这不是最后一期。花花脸青了。花花，你笑一个。行了，兄弟，你赢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兄弟，好了，好了。你还在出声吗？还在出，还在出。行了。8、5、8、5、9、6、1分钟。1分钟了。还有啊。你这就不懂事儿啊，那娜姐怎么接？没事，娜姐，零头咱还赶不上吗？娜姐来啊！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娜姐太实在了，她都没怎么往里吸，她最后一口话就没我吸了，没了。娜姐，你这个在谁后面倒是也无妨。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边上进行干扰？没有，我俩是出了名的人品不好。哎，别别，我们这样好不好啊？因为他们是1对1对1，我们多一个人，那我们俩就合二为一。你尽量的拉长，然后我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比过花花。哎呦，两个人一起、啊，好，试一下，试一下，可以没有花花？好，咱俩互相看着，你别看那个机器。你们俩看着还能不撒气儿啊？3秒不过岗。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想给对方输送二氧化碳。不要被他们影响，不要被影响。来，骏马输了。其实要真挑战1分07，也就我唱歌不用换气儿，我一首歌就一口气唱了。哪首歌？哪首歌都行。来，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阳。好了，我来宣布一下这一轮比赛的最后成绩。目前为止，场上的最长音1分07秒来自于华晨宇。啊，所以这一小轮呢是王牌家族队暂时领先。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这个环节呢，因为王牌家族队少一个人，所以要请上一位帮手。让我们有请女高音歌唱家吴静。欢迎吴静，这个给我们露两手，也让王牌家族队有点信心。好的，我给大家唱一段花腔。好，你喜欢。
谢谢。哇，怎么样？瞬间是不是信心十足？这关。 和唱多高没关系，其实主要考验技巧和肺活量。然后这个环节呢，叫做跳动的音符啊，摆在各位面前呢就是音符了，很神奇，对不对？这哪是音符啊，这是鸡蛋呢。<笑>全民歌手队可以先到观战区入座休息。我也试试啊。你试试啊。怎么的？这是鸡蛋，不是炸弹，现在。 大力，哎，花花，哎呀，你看，哎，对吧？你翻过来之后就往下开始接力啊，等等等等，我要计时。全队一共100秒时间，挑战跳动的音符开始。 我撑，缺氧了，我撑。哦，动了，动了，动了。<笑>你换那个试试。缺氧了，缺氧。真的。可以先往下接，让他缓缓，让他缓缓。哎，过了。啊。 怎么轻松了他？换这个试试。是不是粘上了感觉是像？哎！你把它吹死是吗？哎！贾玲，接力。 把这个借我用一下。哦，呀！不是，你把那大爷借我。这绝对是蛋的事儿。20秒钟还有。这怎么到我这儿？ 嗯，再来一次，来，小哥。5、4、3、2、1。嗯。再来一次，来，小哥。5、4、3、2、1。时间到。 100秒时间，王牌家族队完成了6个音符的跳跃。应该是那个从那个缝里进挤的，应该是这样，肯定不是正面吹，对，正面吹不出来。咋的？好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全民歌手队，来，加油！好，准备好了啊！全民歌手队挑战，开始。 打到你脸上，把鼻子抬回来了。成功！雷霆，快接上！好。哦。好。好。灵花。 哎，动了，换一个，李克把整张脸埋上去，怎么吹得动？你都堵住了，一半儿。来 ，OK， 再来一个，加油！ 5、4、3、2、1。
太棒了！好了，在这个跳动的音符环节，获胜的是我们的全民歌手队。我们也让王牌先生来到台上，用我们这个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发现更多美的 VOX27 拍张照，也纪念一下吴静在这小环节给王牌家族队的助阵。因为整一个大环节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耶，男的又赢了。这一轮才艺秀升级，王牌家族队华晨宇将以一敌四，对战全民歌手队那英、凤凰传奇、小沈阳，为大家带来全新演绎的歌曲。
别幻想我不太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我自走，应该没说明我所有，我不找借口，懂的人自然能看透。没想辩解太多，别用爱老解释我，无解不用反驳，我拒绝去谈如果。我管你的感受，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但在你怀里睡觉，我眼都懒懒看住你的我们整期的游戏和才艺已经全部结束了，大家可以根据两队一整集的表现来进行最终投票，投票开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饭团就要成立了，王团对王团。上一轮的音乐擂台环节，王牌家族队获胜，所以你们可以额外获得100票。在给出最后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分配这100票。怎么分配？我们要都把票给花花，花花是不是就能一直保持第一了？
不会不会啦，我们给花花，他们会给那个伟霆的。哦对对，哦你们输了，哦 sorry。那就这样，咱们平均分，给你三票，给你三票。那你拿91票，你干啥呀？你干啥？你还想拔个头筹啊？你或者把票给腾哥也可以，好，腾哥最后出道，把100票都给腾哥。好的，那腾哥额外获得了100票，排名前三位。有没有发生变化？请看，哇，已经518票，哇，腾哥523票，华晨宇689票，哥你赢了，我没有想到，最后你竟然赢了，天哪！至少，至少就想拥有一支自己的队伍，乐队。可是一直没有人搭理我，搭理我。没想到，我为你教导，这不惑之年，有了这么大的收获，谢谢你们。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跟电视上沈腾一起合作一次，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我的梦想。从小，从小，我真的没有想过还能长大，可以跟全亚洲最美的面孔、100名之内的人同台。还可以跟他一起出道，我很感恩，谢谢。我想问一下，组合的名字叫什么？花花伟霆腾哥，叫花挺腾组合。为什么是我腾？花挺腾。行行行行，挺好挺好。所以你们的组合名字是花挺花挺腾。越努力越幸运，我宣布王牌组合花挺腾组合正式出道。在节目播出当晚，他们三人合作的歌曲《爱的魔力转圈圈》将会在微博上发布。什么？爱的魔力转圈圈？王牌对王牌。谢谢各位的掌声。音乐呢是一种符号，每一个歌手也用自己的歌在书写着自己人生的故事。在那边呢有一台很老式的录像机，也有几盘属于各位歌手过往岁月的录像带。接下来我们依次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的过往，怎么样？从杨哥开始好不好？我开始啊。哎，找到自己的那盘录像带。这种带子很少见了哈。很少见，年代感。这能放吗？能。哦，来了，来。哇！哇！哇！哦，你还有这功夫啊？快点啊！这是哪个年头的事儿？这个，我没记错，应该是2004年吧。2004年，哎呦，应该是麻辣烫那家开业吧？麻辣烫开业。对，那个时候因为为了挣钱嘛，养家糊口，就什么活都干。然后我们每天都是晚上6点钟开始，饭店唱一场，完了回剧场唱一场，完事去洗浴跑一个场子。再去迪吧跑一个，再去夜店再跑一个。你够忙的，哇！我最高纪录跑了8个，哎，天天你不唱不行，你不唱没有来钱的道儿，你就养活不了家人，养活不了父母。像那样的一场活动是多少收入？200，一共是500，但是老板抽掉300，我们剩200。哎呀，最苦的应该是在夜店吧。也每天人喝的稀里糊涂的，
我最高纪录喝了30瓶。哎呦！啊，一晚上30瓶，喝完，唱完下去吐。我最少演过4个观众，其余都是服务人员。上台你还得去像平常一样表演啊，这样什么样的，在那甩包袱，所以在那熬熬，他还要骂你。经常我们在很认真的唱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句，给你唱，换一个吧，你别唱这个了。唱的什么玩意儿？经常这样的话，经常来侮辱你，所以就在台上，我媳妇要哭，她不哭我还强点，她一哭我就受不了。我们就是在这种生活来熬过来的，反正回头一看这段录像，就是我的财富，挺好的，真的，经历过很多，挺好挺好。接下来是娜姐的录像带，好，放哪一段？哎呀！哎呀！那个年代应该非常洋气，非常洋气。让我们欢迎今晚决定学员的音乐导师那英老师。四朵金花绽放，学员们，加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梁博2012年度中国好声音，恭喜张碧晨成为2014浙江卫视第3季加多宝中国好声音的这其实是娜姐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在好声音当中开始当起了导师了。中国好声音成就了我在音乐更多方面的饱满。哪个学员让你是印象最深刻的？我的学员，其实我觉得刚才那梁博就挺让我深刻的，这孩子就是很多可以挑战自己的，一定会给我惊喜的。啊，就属于像华晨宇一样，他们虽然不是一样的性格，但他们都特别的自我，坚持自己。我之前听到过外界有说你和他之间好像有点矛盾啥的。对，太轴了。梁博轴。梁博很轴。我想帮助他选的歌，他认为我的对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他太相信自己了。后来我都是在积极的配合梁博选择的作品。你还能想起来当时为什么在盲选的时候啊？替他转身，我是唯一转身的。如果我不转身，我会后悔的。现在转转试试。我就转转试试。你真行哎，没人讲过，真的没人讲过。欢迎梁博啊，欢迎欢迎欢迎。哎，我怎么会想到讲梁博呢？我向天发誓，我不知道你来了。刚才娜姐说的都听到了吗？听到了。你还能回忆起来，就是娜姐转身那一刻，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吗？最好的解释，缘分。缘分。当时比赛结束之后是有一段迷茫期吗？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你就是不太清楚自己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我记得他是比赛的时候他的喉咙都就是溃烂了，他一直扛到最后，接下来他就回到长春老家，再也不参加所有的演出和所有的采访。这位就坚持要说，那些商业的东西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好声音结束以后其实众说纷纭吧，
那我觉得一个人一个想法，至于我跟吴老师的感情，那个是没有意义。就是我们两个见面，自然该知道说什么。我很感谢他，他用时间证明他对我的爱和一直的支持，所以，谢谢老师。我想说，我第一次为你转身，太值了。这是师徒二人啊，从第一季《好声音》之后，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同台。杨博最近在忙什么？可以和我们说一下。最近就是录《唱作人》，我是《唱作人》那节目，然后弄自己专辑，其实就是能唱原创嘛。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梁博，也送给这份师徒之间的情谊。今天到场的歌手啊，其实都是通过各自的比赛啊，踏上了歌手的道路。一说到通过比赛，花花一定是那个比赛，对吧？啊，对，快男，对。全国总冠军华晨宇。我其实比赛的时候还好，每次问我紧张吗，我不紧张，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比完了，就那样。那和那群兄弟呢，你会聚一下吗？偶尔的，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过来找我，然后喝喝茶下下棋这样的。这么老派吗？他们也是这样的吗？都这样的。那都是来了一个比赛出来的。你想想吧。喜欢下棋？什么棋啊？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下象棋，有时候下围棋。哦，下围棋。有时候约我一起去打打球，打那个乒乓球。你家里是不是贴了几个大字儿？老干部活动中心。全这套，你看吧。哎，今天还有一份小惊喜要送给花花，来看一下大屏幕。Hello， 花花，我们已经有应该两个月没有见面了，半年没有见了，立哥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花花在我心目中呢是一个特别细腻和特别贴心的一个小伙伴。我第一次见花大爷，当时看他抱个琴，戴个眼镜，穿个拖鞋，还是那种增高的拖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一定是个宅男。说不定还是读理工科的。看似很可爱，但是他只要一放大招就可以把你秒杀。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刻苦。我记得那个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中是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我觉得虽然时间过那么久，但当年的小伙伴都还在，还是特别开心的。希望我们赶快聚起来，今后的日子我们还要一起加油。希望你越来越好。比心。啊，可能这就是兄弟吧。对，兄弟。我们认识的时候大家都是像白纸一样，对，就是什么都不懂。一起跨向社会，有了工作，然后赚了自己的第一份钱，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有什么想对兄弟们说的？你们也知道我不太会讲话啊。我觉得不管多少年，哪怕十年二十年，左立也结婚了，可能你们每一个人都结婚了，我可能还是会第一个出来愿意当你们的伴郎，然后等你们小孩出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是第一个冲上来要当干爹的。等你们孩子结婚的时候，我呢带上一壶我珍藏最好的酒来陪你喝上一杯。特走心啊，特别走心的一个状态，眼泪都快掉出来了。生活的记忆是最为长久的，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无论生活变得多么的平淡，那首《追梦赤子心》我相信会一直想在你的心里。现场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哎，你自己好好唱，我们别在边上站着了。边唱。好，那我其实听不太见那个音乐。啊。把音乐稍微推大一点是吧？好呀，好呀。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
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谁的墙壁。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有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我是72号选手鞠莱提。我是02号选手张安阳。我是0几号选手饶威。我好像是10号选手宁桓宇。我是5号选手左立。我是06号选手于朦胧。我是7号选手白举纲。我是04号选手贾胜强。我是08号选手于田。我是09号选手华晨宇。六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当年都是一副年轻的模样，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别哭，终于成功的把我这么多期下来把我给成功的弄哭了。你先原谅一下我，其实是各位一起瞒着你，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个惊喜，把这样一份兄弟情送给你，也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我们能够所有人同一时间聚在一起是很难的，比完赛之后应该算最齐的了，最齐的一次。兄弟们，接下来可以说说当年发生在你们和花花之间的故事。就是花花的胸啊，不是那花花花花的胸腔特别的大，如果他用力唱歌的时候就是
哦，横膈膜会胀得特别大，就是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胸腔最大的人类，没有之一。对。花花他其实比我年龄大，但是我们好像都把他当小朋友一样去看待，需要教他起床啊，需要教他怎么用洗衣机，但是他其实只有在音乐上才会进入那种癫狂的状态，然后他会每天晚上不停地练歌，我们是伴着他的歌声睡觉，然后直到起床。我跟他们的作息时间是反过来的，就一定要到晚上练歌，然后背歌词，可能那时候比较安静嘛，然后也没有人打扰你，所以你只考虑到没有人打扰你，你又考虑到你打扰了别人。各位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在比赛完了之后，有人就对我说，你可能之后都发不了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拍戏了，然后拍戏之后还是因为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就用拍戏挣的一些钱去做音乐。我还听说花花对你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称呼是吗？你们对啊，龙二。对，龙二。那个时候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龙二，我就记得当时他淘汰那天晚上我真的哭得不行了，就然后我就想这么亲切地叫他。对，我现在在好好拍戏，我把我的音乐的梦想交给委托给花花，希望花花带着我的音乐梦想，让他的声音让全世界听见，越来越好。我应该算是一个自费歌手吧，就自己要减衣缩食，然后来继续学习，然后去精进自己的那个音乐。我刚刚讲就是陪我下棋喝茶，是饶伟。对，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快要出问题了，然后他就带我去打球，多出去运动一下，晒晒太阳，也许会好一些。创作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吧，在我非常迷茫失落跌入谷底的时候，我经常就会打开电视或者上网，然后去看花花唱歌。我私底下没跟他说过，我看到他在台上那种光芒万丈的感觉，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又有了动力，我就觉得又找回了信心。平常你工作也比较忙，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是如果你不开心了或者需要人陪的时候打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到，那个车费得报销一下就好了。去年最困难的一段阶段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说，特别迷茫，也是花花带我出去工作有一个月的时间，对，他带我出去几场演出，我觉得我还是热爱音乐，还是想在舞台上感受舞台的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做别的事情，我也不知道除了音乐以外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没有放弃要做音乐这件事情，都是爱音乐的。我们不会因为某一个比赛某一个场合的离开我们的梦想就会消失，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嘲笑或者说误解而让这份勇敢消失，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梦，对吧？加油。带来了当年大家比赛时的训练服，大家一起拿上。用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发现更多美的 vivo X27，拍上一张大合影，让时光定格在那个最美丽的夏天，那是青春最美好的记忆。有请我们的青春搭档队出场，欢迎他们。道歉有用吗？要警察干嘛？一个女人的保存期限只有一个礼拜。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吗？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但我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哎呦，今天这整个游戏《王牌家族》的出场方式就都是这样的吗？太丢人了！那个夏洛特烦恼，陈晓说话了，陈晓开口了，陈晓说话了。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了。丁木喜欢过我。说话即将解锁，不容错过。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中国蓝 TV、新浪娱乐、网易娱乐、感谢首席娱乐部合作。我曾经有一个感情是可能对方要说要分手，有时候那个难过你在对方面前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出来，真的想要跑到他家楼下然后跟他说对不起。我觉得我有很强大的爱，也很想要谈一个轰轰烈烈的那种恋爱。这一招一式，一拳一腿，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天下武林的王牌之争，才刚刚